今天教给大家一个呀，三个动作的降压操。动作呢很简单，非常的实用。喜欢的同学呢，不要着急划走，点个爱心、关注、收藏，我们一起锻炼吧。左脚分开以后，与肩同宽，目视前方，呼吸要自然。然后呢，双手呢，缓缓的用我们的食指和我们的中指啊，来按揉我们的这个小太阳。一定要记住啊。我们顺时针向前去按揉，一圈呢就为一拍。那我们的动作呢一定要慢，一定要柔。我们每次练习的过程当中啊，我们可以做个32拍啊，也就是32次。我们的这是第一个动作啊，来按揉我们的小太阳。我们的第二个动作呢叫做摩头轻挠。主要呢，就是用我们的小鱼，手掌外侧这个地方，放在我们的发际线，然后向后去梳，然后来到我们的这个耳后啊，沿着我们的这个颈部呢向下，这样由前向后，由上往下的去这样去按揉，这叫摩头轻挠。那么我们这样做的过程当中呢，动作也要慢，每次做的过程当中呢，尽量的啊。也能够做个7到8次，然后放在发际线，向后梳头，来到耳后，然后从耳朵后边儿往下去，颈部往下走，来到我们的这个地方，由前向后，然后由上向下，这样去梳啊，叫摩头轻挠。那么第三个动作呢，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叫做扩胸调气。双掌呢，自然放于身体两侧，然后握空心拳，屈肘放于胸前，然后吸气向两侧去扩胸，然后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吸气，呼气，三个动作呢，其实非常的简单，而且实用。那也希望各位同学呢，能够在早晚呢来练习。那么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，一定要循序渐进，一定要记住坚持。想要身体好，那么锻炼呢，少不了。